主料：猪肚腩10粒，绿豆蒜皮200克，豌豆尖150克。辅料：鸡肉猪骨汤一大碗，盐 1.5 勺。制作时间：10-20分钟。绿豆粉皮用温水泡软备用，猪肚丸解冻切开两半，切十字的花备好，豌豆尖洗净沥干水分备用。砂锅里倒入鸡肉猪骨汤和切好的猪肚丸，中火煮开后调小火继续煮5分钟，然后倒入泡软的绿豆粉皮煮3分钟，再倒入豌豆尖，用筷子划三烫熟，撒上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粉皮一定要事先泡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